也是引进了这个资源，然后让我们蓬莱国小认识了邱经理，然后也才成就了今天。好，那我们校长还有邱经理，还有那个你们的团队哈，还有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好，真的要谢谢邱经理哈，他十几年前我们就认识，就是四年前他就讲起你们有这个团队。然后我也跟他讲我们蓬莱国小的情形，所以这几年那个邱经理，所以把有哪怕是一点点的经费能帮助我们蓬莱国小，真的很感动，我跟校长都很感动，再次谢谢你邱经理哈。那今天更谢谢更感动，又带了那么多团队年轻的来帮我们蓬莱国小小朋友一起来。园区一起做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，大家加油。